赋能丛书一套九本，完整的建立赋能文化系统和阐释赋能理论系统，为当今时代提供了一个独创实用的知识平台。郭宝业教授运用中西医，历经40多年亲自诊治40余万人次的全科病人，探访了全球数以千计的健康长寿老人、医学家、哲学家、宗教领袖等社会科学家，并深入探索宇宙、大自然、能量、量子、时空与生命和颠覆疾病认知等方面，并结合他们的相互关系，从中发现整个宇宙、万事万物和所有生命体不仅存在着万有本能、本能互联、本能反向力现象，而且依赖相互的、相关联的直接或间接或流转的不同方式，同频共振恢复本能和本能所需要并与之匹配的能量而运行的规律。这一赋能理论的发现可谓是恰逢其时，顺势而生，对于人类进入新时代的发展是源头，也是新方向。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次我来到美国洛杉矶，我们的新书与洛杉矶美国的这个朋友见面，同时呢，我们美国赋能科学院要开业，这次我们将美国赋能科学院成为我们全球的赋能事业的最高端科研和运营机构，我们要对全球的这个在具有前沿科技成果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进行纳入我们的赋能科学院的院士。同时呢，我们要把全球的这个行业精英聘请他成为我们赋能科学院的顾问。我们还要与美国的各大院校进行合作，开启我们赋能教育的先河。美国赋能科学院赋能全球事业的高端科研运营机构，于2018年1月在洛杉矶市注册成立，经过2年精心筹备工作，现正式启动。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报道。